Hello， 小朋友们，又到了我们的玩具时间啦！今天我们一起跟着佩奇来制作美味的雪糕吧。首先要拿出制作雪糕的原材料，然后把原材料放进雪糕机里，用力的压一压，把奶油挤压成条状，再旋转一下，弄出好看的形状来。你们看，一根美味的奶油雪糕就制作好了。我们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出巧克力雪糕哦。美味的巧克力雪糕也制作好啦。我们有奶油雪糕、巧克力雪糕、抹茶雪糕，还有一大杯香草雪糕，跟一大杯巧克力抹茶雪糕。我们还可以用冰棒模具制作冰棒，把材料放上去，合上模具，然后用力的挤压，好看又好吃的冰棒就制作好了。小兔形状的冰棒，还有巧克力味的冰棒。我们把冰棒也摆在货架上。这些格子里要放点雪糕球进去，奶油味的，抹茶味的，巧克力味的，还有红豆味的。哇，佩奇把雪糕都制作好了呢，辛苦啦，佩奇。来，奖励跟雪糕给你吃，巧克力味的哦。哎呀，这么快就吃完了呀，那就再来一根美味的抹茶雪糕。又吃完了呢，我做的雪糕实在是太好吃了，猪妈妈带着小伙伴们过来吃雪糕了，赶紧下车去尝尝吧，小伙伴们。乔治先过来了，他要了一根巧克力味的雪糕。乔治把雪糕吃得好干净啊。坎迪也过来吃雪糕了，给一根抹茶味的雪糕给坎迪吃。坎迪吃雪糕啦。哇，雪糕好好吃啊。苏西也过来了哟。哇，好多雪糕啊，选哪种好呢？就给苏西来一个抹茶味的雪糕球吧。苏西，美味的雪糕来咯。猪妈妈开车辛苦啦，乔治拿了根冰棒给你吃哦。